九月长周末，我们再次来到 Corsa Highlands Provincial Park 划船露营。出发之后，先自东向西穿过狭长的 Long Lake， 而后经过420米的 Portage 就进入了 Buzzard Lake。我们的营地424位于湖中部西岸的一个半岛之上，路程轻松，风景如画。终于到了，嗯，先看看这 site 怎么样嘛，嗯，哦，这是火塘，嗯，哇，这是哪些闲人搭的这些椅子？啊，挺舒服，桌子在这儿，哇，上头还有那么高，右边那儿还是个小岛。嗯，早晨可以坐在这儿晒太阳喝咖啡。这边是块平地，看这是这么大块地，这个湖水好干净啊，游泳也不错。我们爬上来看一看，哇，这儿风景真不错，看那边的还有一个小湾，这个内湾都是我们的。不错不错。嗯。一个绳子给坠下了。你还不错，这样很轻松的就把这么沉的食物给钓下来了，这样就可以防熊。Thank you.